那班长一天到那吃我豆腐，我哪有挺拔，我又矮又胖，又快要没有头发。来，各位同心，大家高炸，大家好。咱昨吼，上课讲到讲台湾的国际地位，因为这69年，哦，中国人拢甲咱砍掉的，啊，拢唔知影。咱即马来看台湾历史，其实台湾的历史吼，唔是为400年前开始看啦。即马即中国人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吼，定拢用迄个唔对的历史伫甲咱讲。你要看台湾的历史，唔免用400年，用什么人会当决定台湾这块土地会当袂予别人，甚至会当收倒转来？爱为迄当阵开始啦。这架车是你的，你要怎证明讲这架车你的？啊，像这间厝是你的，你要怎证明？要怎证明？你拢有厝有车呢？所有权状很好，所有权证嘛。这架车的所有权证，还是这间厝的所有权证是你的？你有权利甲卖掉，就是你有主权嘛，你有主权嘛，对不对？你要看台湾这块土地，什么人有权利将这块土地割给别人？那人有主权吗？我说这有理吧？就简单，我用这种来解释，你就会知道非常简单。但咱不要想，咱台湾人不要想，他想也不要想，他用那个民主啦、公道啦，把你的头壳模糊化。这块什么人有权利在历史上看看这块土地有什么人有权利给卖掉还是送给人？你来看看这历史里面的马关条约，什么人有权利将这块土地给卖给人还是挂给人？清朝的皇帝，不是清朝，叫做清朝的皇帝。当然他们现在中国实在说，中国实在是没见效的一个国家，因为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哦，安尼尧舜安尼直直讲，其实干嘛呢？元朝敢中国人？元朝敢是？恁所读过册，元朝像？迄个也做成吉思汗啊？元朝迄上个，迄叫啥？蒙古对啊？啊，蒙古敢叫中国？唔是啊。所以元朝就已经登起啊，过来清朝像个是满清。那也不是叫中国，所以根本就没有中国人。我跟你说，这世间没有中国人，所以中国这两字是政治性政治上的用语。所以我们台湾人的头脑要很清楚的，根本没有中国人啊，也根本没有汉人。我们也是去用世纪说我们汉人啊，现在要说你汉人，让你和原住民分开，其实我们就是原住民啊。原住民是啥？白部族。今年1月1号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们大家预告，有一个专门在检查所有人的血，跟你说你到底的人，你什么人？林玛丽医生啊，70几岁啊，他呢1月1号要来，在1月1号要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原油会，但我们都有资格可以来，你们都可以倒回来，差不多是10点开始原油会，以为找你玛丽要来，这算大咖的。当时呢来的时候我就说，你如果要验血都免钱，他跟你验血说啊，你倒的人他用那个 DNA 又写报告给你，1毛钱你都不用花。当然我跟林玛丽我都说过，我他用这个血来鉴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世间这个国际上是要用法律，所以清朝的时候他有权利将台湾这个土地来挂给别人，表示说他有权利嘛，这个土地是他的嘛，啊，挂去得到这块土地的人是啥？日本的天皇，所以日本天皇是主人，
当然台湾人这二十九年所受的教育已经跟过去都不一样了。所谓的不一样就是说，因为现在世界流行什么人权啊，什么这个做民主啦、自由啦，你流行这样的东西，所以大家人就是说，咱当然叫叫那公道，讲咱的就咱的，其实不是这样。我用恁家做例，你就知道。我去给恁家给你洗，给你洗六十年，我敢袂当宣布讲，我给你洗洗六十年啊，所以这间厝变做我的，敢袂使？绝对袂使，敢毋是？同款，你台湾人伫遮住六十年，住一百年，你宣布讲你的敢袂使？袂使。啥物袂使？因为伊的元素。就是日本的天皇，在1895年已经将这块土地，清朝已经将这块管辖权跟主管拢给他提起啊。你会甲问讲，清朝哪有这权力？这就叫做迄当阵啊，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世界上的真正的国家无几个啊，航海较强的国家。四个在全世界四个去占土地，把它当作殖民地 colony。所以在那个时候，和清朝那么是列强的殖民地。殖民地在战争的时候可以割让，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有例吗？有。在签马关条约的时候，第二条说从台湾偏哦。永久挂予日本天皇，但是后壁阁有一条，就是讲清朝将辽东半岛挂予日本天皇。你想讲辽东半岛这个所在是啥个？是中国伊个？是中国的什么人个？满清个。所以伊这个辽东半岛伊挂予人，全世界有三个国家出来反对。法国、德国，甲这个做苏联出来反对。在历史上，这叫做三国干涉。但是在这个国际法的内底，这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是你国家战争输，你要挂土地给人会使，但是你家己的土地袂使挂，你干来当将殖民地挂给别人。所以后尾啊。辽东半岛挂予天皇以后，三个国家出来抗议，经过一礼拜，日本天皇佮中国佮清朝佮签一个辽南条约啊，来将这个啊做辽东半岛佮献予中国。当然啦、啊、吼，日本有趁迄个机会甲讲，我这个辽东半岛献你，你爱赔我钱，伊赔伊3000万银两。所以台湾有真侪历史学家哦，伊无读国际法，伊唔知。伊讲辽东半岛是清朝各用3000万改买断的，但是无买这个台湾甲平遥，不是这样子啦。因为台湾澎湖是殖民地，所以可以割让。啊，佫有例无？有美国甲西班牙战争，1898年战争，1899年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呢？将波多黎各、关岛、古巴、菲律宾四个所在拢挂予美国，啊，这个四个所在也当挂予别人，表示讲这四个所在拢是西班牙的啥殖民地。你捌去菲律宾无？捌无？捌嘛吼，捌的人举手。啊好，你去菲律宾你就知影，菲律宾四个拢是西班牙的味道，啊，西班牙的建筑，这个起码位置拢过是。所以。但是这个叫做菲律宾人吼，伊个国际法的观念比咱台湾人更足强。美国摕到西班牙派部队入去以后，哇，人西班牙啊，唔是，这个菲律宾马上组织菲律宾民政府，甲美国对抗。你知道菲律宾有几千人的岛对吧？啊，这阵一人拍，绝对拍输的啦，还美国太强了嘛，拍输面啦。拍输边啊？哎，对啦，走啦！你来弄遮戆啊！拍输就走，你别瞎讲。你甲人相拍，拍输边啊？点点互拍死哦！
拍输就走，阮老爸捌甲教。你个人甲人相拍，啊拍输咩啦？我着戆戆诶，啊拍输丢丢走好叫，拍输你着走好叫。啊，即摆拍输完啦，伊着走，走去创，伊几千粒倒入去惊啥？啊，所以美国呢无伊法咧。啊，所以直直拍到落尾啊，1934年诶时阵，美国挡袂牢，美国甲迄个伊诶民政会头诶，甲阿基诺甲叫人讲来。咱来讲啦，李国华统治十年啦，啊是用咱美国要统治十年，殖民地上界大个贡献就是啥？就是伊所生产的物件，是伊母国所需要的物件。你阁继续生产十年吼，我阁统治十年就好啊啦，啊我税金扣十年就好啦，啊了我就甲你帮忙，互你独立啦。阿基诺讲，安尼毛利，因为你要甲伊战，你战袂赢伊嘛，啊所以阁消灭去啦。啊，就和平相处，所以1934年签一个迄个啊，做条款。啊好，十年，但是真不幸嘞，1942年啊，8年啊，1942年，哇，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菲律宾才叫占去。所以1942年日本占菲律宾的时阵，日本人有照起工来哦。伊嘛是伫迄个菲律宾的所在成立菲律宾民政府，从此以占领的程序呀、啊、来管这个菲律宾。所以你敢看到今日为止，日本人伫拜靖国神社，菲律宾有抗议无？你捌听着无？无呢？菲律宾那比那这个日本拍去到越南，越南有抗议无？无呢？拍去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人拢战赢嘞，但是今日你即摆靖国神社，即个国家敢有抗议？无呢，因为日本人拍一个口号叫做“东亚共荣圈”，就是讲我要将迄个殖民地甲你赶好走，互你恢复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咱日本人吼，是讲地位真高，阿嘛真有迄个量，但台湾人已经拢唔知影啦。所以1942年菲律宾叫日本占去啊。不过占两年啦，1944年，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国叫收回去，过两年，1946年，安尼加起多少年？几年？1934年，那十年是应该1944年，美国照伊的约束是要菲律宾独立嘛？因为日本人占两年，佫扣掉，所以佫加两年，1946年的7月4号，美国。帮忙菲律宾向全世界讲，来，咱来帮忙，咱来承认这个菲律宾可以独立，安尼菲律宾独立，是经过这个关系。所以1946年的7月4号，咱台湾的1946年的1月12号，咱拄啊迄天逃去，迄天是安尼逃去，蒋介石宣布。台湾人的国籍主动无去，全体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迄当阵，美国甲英国提出来抗议，伊讲小等，你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1946年1月12日才几工尔，啊，就台湾的人民拢总变咧中华民国国籍，你小等，你都还未签和平条约，你是哪会当决定讲？台湾人拢从变做你中华民国，蒋介石马上派人去菲律，去这个日本，诶，美国的迄个总部甲美国讲，伊讲啥？伊讲为着管理方便啊，所以一定爱先让台湾人变做中华民国国籍。啊，这美国嘛是推阿面，啊，这个内底啥物人的因素？蒋宋美龄，这蒋宋美龄是足妖秀，我无甲你骗，蒋宋美龄其实是美国人呢。你敢知伊美国籍？所以咱所谓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拢是美国人伫后壁伫统啊。蒋宋美龄用伊中华民国的故宫遐物件去送予遐参议院众议员，甲伊协调，伊阁讲足好的英语。当然，历史我即摆讲的即个无准人，听讲伊甲遐众议员、参议员遐内底啊，遐关系非常的好。伊是查某，啊，关系真好哦。即我唔爱，下骹我唔爱形容啦。啊，你凭你的想象，有迄个代志啊。但是有一个人哦，不吃那一套，是啥物人？杜鲁门不吃那一套。
啊，这个啊，就罗斯福吃那一套，罗斯福是当然讲个较歹势啦吼，掰脚啦，伊残障啊，坐轮椅啊，他吃那一套呢。所以杜鲁门，因为宋美龄伫国会内底施压，说国会啊罢款给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啊罢款了中华民国，遐钱拢入去对，入去宋诶蒋介石。哎，宋美龄伊个兄弟啊，开个银行，啊，所以人家讲就讲哦，因迄个蒋家、宋家吼，一家都是贼啦，拢是贼啦，是魏家来的。但是中华民国历史拢不爱甲你讲遮，所以伫1946年1月12日，甲咱台湾人拢总变作中华民国国籍的时阵啦，美国、英国出来抗议，尤其是加拿大。伊甲中华民国讲，稍等下，这个人伊若要变做中华民国籍，你知影吼？你若要改变国籍，有三个一定爱主观，就你家己愿意。啊，既愿过来合法，所以伊甲中华民国讲，来，你即下将这台湾人拢总变做中华民国国籍，请问因有宣誓书无？就讲你有旧抓无？有签一个宣誓，讲你要变成中华民国籍，有无？没有嘛！啊，所以呐，无意思，伊提不出来。所以中华民国籍是无效的。咱最近明年4月以前，咱来做一件代志。美国的盖洛普要来咱台湾做民意调查。上台你敢讲4月，我做烦恼。你调查要调查啥？你知影台湾民政府无？因为咱马上要执政啊，你知无？足济人拢唔知啦，对不对？伊盖洛普佫甲你问，你敢真真正正愿意做中华民国国籍的人？我相信外口嘛真侪推阿明讲袂啊，但伊无收到啊，迄1946年的代志。不是你自己同意的，是他用强迫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跟美国有4个单位都在联络，这件事我还在考虑，到底要同意吗？我们算足够的，我没跟你骗，外面说我们诈骗集团，我要签门告他，你敢有募款捐款给台湾民政府？如果有的拿手给我看，啊，没的拿手给我看，哎，拢无嘛，对不对？我们问你，咱的职位都来，我们钱哪里来？你感觉咱的职位都来？我是讲美国卖，伊就即套倒起来了嘛。所以。但有人是很可憐，我沒跟你騙。啊，有人你跟人說，人經過說你的頭髮這樣，說你拍帶。啊，這中華民國都管好好，你怎麼還要改變？我不是要改變，我是要將我們台灣恢復而已。問題是，台灣人自己管台灣會管比較好嗎？會嗎？你感覺？会吗？我讲袂咧，是安怎？你看阿炳啊，阿炳管的时阵，所有下骹手的个个贪污，个个掠去管，你敢无看？因为台湾人太久啊，太久无做过一官，一个做官就想讲要贪污啊。很好，很好。因为台湾人个头壳内底无台湾这两字嘛，伊敢若想钱嘛。伊接中华民国的政权，是讲啊，中华民国的政权就是要贪污啊，啊无贪污从笑讲的啊，所以伊去做中华民国的这个政权，唔是做台湾的政权。所以我甲咱所谓台湾民政府这些学员讲，咱若真正有心要来替台湾人做代志，
你调到初级班、高级班，啊，佮职前点招、法理点招，啊，佮且职前训练，谁人爱上课？无人行行呢？啊，人别个政党都免上课，啊，谁人国独台湾民进爱上课？上课原因就遮啦。互你捌法理，捌法理以后，你就心就较知。你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干干外口吵来吵去，你就无迄个正当性嘛。你当然不会遵守你的本分嘛。大家拢想讲练一点就要走，练一点就要走。所以是安怎台湾人移民遐尼啊济？政府官员，我甲你讲哦，政府官员哦，80%拢有美国籍。那不是伊就伊个惊离，含中国都安尼啦。这中国人的特性嘛，中国人搁较严重，90%，你唔通看讲美国，诶，中国会甲美国相战，会无？绝对袂。是安怎讲袂？因拢是主地，拢是美国人啊，是要战啥？迄讲战争是你敢讲予咱听的呢，予咱这戆腿个听啦。你唔通想讲我讲你戆腿，你就真正戆腿。是因为你的头脑、你的教育无够，你去用说去，所以你会感觉讲，你的内心内底不稳定，因为你明仔日要安怎，你唔知。啊，变诶时阵真好，就是讲台湾人赚较侪钱，但即马以来，台湾的贫富已经非常非常大的悬殊。好嘢，愈好嘢，啊散嘅愈散。你扣二纸嘅，套迄个酒干仔嘅，拢是台湾人。你公园、市郊、景区嘅，拢是中国人，拢是外省人。你未感觉吗？为什么？因甲你讲，我们保护台湾呐、啊，台湾甘因保护嘅？答案是唔是呢？台湾什么人保护的？是美国给你保护的呢？台湾当时做这个四小龙的时阵啊，是因为台湾出产的物件拢卖甲足好，啊，赚足侪钱的。你敢看现出是东南亚遐人来咱家里做工会，伊有够骨力无？你讲有无？足骨力嘞！我看垃圾伊都整落去。所谓工作艰苦的代志，台湾人不爱做，拢因你做。因这人足骨力嘞，足打拼，足认真嘞。但是因无市场，无人要甲买因生产的物件，所以因无钱嘛。台湾是因为迄当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美国开放美国的市场，予咱台湾所有物件，伊拢甲你买，不管啥物都甲你买嘞。所以台湾人赚足侪钱，变成四小龙。所以台湾人会发展。不是国民党给我们束缚的，是美国因为军事 政府占领台湾，给你台湾人机会给你买台湾的东西，我们吃好业。现在呢，中华民国政府挖去中国去了，美国说、啊、你跟我说的，我不要给你买了，所以我们的市场就回去了，回去就怎样，就散了。报纸店也给你骗，中国现在跟韩国又签一个 FTA，啊！大家讲啊，系啊，台湾惨啊，台湾人颓啊。那咱台湾民主执政，咱一定甲美国讲，伊会开放市场。我是你的占领地，所有的人那伫台湾生产的，一律免税输到美国去，恢复以前迄款。啊，鼓励予美国的所有的公司来台湾设工厂、设公司，因为是安怎？伫咱遮设公司、设工厂，拢都免税。美国你不能靠野水，是怎样？因为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台湾人不要用法律，只会要妄做、死做、僵做，做到尾，台湾人面乌乌，日头香嘛，只能三比八，做到尾死，拢无趁钱。你想看卖，你要过迄款日子无？还是你要过有尊严？战争输是好的代志呢，不过你爱看你输对一国啦。你是输美国真好，因为输了美国，你让咱倒立就好啊。伊爱甲你饲呢，啊，你若去输中国，你就死啊！我甲你讲，
使乎中国人的习性是啥？把你建树了，让你做奴隶。我讲一个例啦，这生物界吼，有一种叫做红蚂蚁，一种叫黑蚂蚁。这个红蚂蚁吼，足骨力嘞，甲台湾人同款，死做、僵做、好天也做、寒迄个落天也做，啊，拢伫外口去捡迄个粮食吼，啊，扛入去伊的迄个洞穴内底。咱台湾敢若一个洞穴，台湾吼直直接财富。因为台湾人工作哩，啊，积积嘞，但是每一年有一段时间，这个黑蚂蚁啊，就四处吹，吹啥？吹红蚂蚁的洞穴，吹到成群结队，杀到红蚂蚁的洞穴。红蚂蚁较细只，较高一，这款天眼敢那甲台湾人较差不多嘞，将。这些黑蚂蚁中台，啊台了吼，这黑蚂蚁足巧诶，天生自然呐、啊，将迄个黑蚂蚁身躯顶的迄个体液、啊，就迄个味啦，抹到伊家己身躯顶，这真巧呢。啊抹伫身躯顶哦，爱则将这个黑蚂蚁内底遐卵啊，甲扛登去阴道坑，扛去黑蚂蚁洞穴内底坑。啊，这真久的时，诶，真短的时间，这个卵就孵化变成迄红蚂蚁嘛。但红蚂蚁这细只的，伊会皮会味嘛。伊叫一个红蚂蚁，你知影吼？蚂蚁是无目睭的呢，靠鼻啊。所以伊鼻就讲，嗯，啊，这都跟我的爸母啊，将黑蚂蚁当作伊的爸母，安尼这红蚂蚁大汉以后啊。就开始做工，去外口捡物件回来，给谁吃？给黑蚂蚁吃。啊，黑蚂蚁病乱到什么时、什么程度呢？倒咧，若无送到伊的嘴边，伊无要吃。这甲中国人、甲台湾人，敢无共款吗？咱伫这个生物界内底，我们台湾人就是红蚂蚁啊，遐死中国就是黑蚂蚁啊。因敢有你做，因无做呢。因讲我甲你保护啊，我保护你啊，所以我应该每一个月有10000多块啊。迄老黑啊，娶个某，拢去娶少年中国某呢。啊，伊若翘起，咱如果饲迄个中国某，饲到伊死呢，用半身甲饲呢，你恁敢毋捌听过吗？台湾人破病安怎，家己破病，为着病床，就四界拜托个。中国人感到免，拢总免钱的，小花感冒就开始去医，就去大医。伊只甲袂讲，日本人更拜条拢是日本人，拢是迄、那个啊！这国民党这台湾人是足苦啊！我袂骗。但是台湾人国较忙，国较戆，拢会票拢会转好个。凊彩甲你500块、1000块，你就倒啊！讲到选举，我甲美国讲的时阵，美国讲简直不可想象。全世界敢若台湾中华民国这个制度，投票给你的时阵，候选人会当摕30块，你知无？政党会当摕50块，立法委员做四年，政党就摕200块，是不管选啥拢同款的。含选一个里长就同款呢，嘛有30块好摕呢。不管呐，管议员啊，啥物员拢同款代表啦，拢有30块好摕。台湾人真正一种个制度之下，咱永远袂翻身，因为伊用你台湾人来贪。所以我捌甲民进讲，你嘛卖算啦，做伙来拼台湾，你卖算啦。伊甲我讲，嗯。卖算，啊！唔拢，我国民党调了了的，我就是国民党好调，互伊超超过一半。咱甲美国讲，美国一定爱入来。咱是去用占呢，但是我爱甲各位讲，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是我中华民国的，
只敢那是国防部挖难，伊难过，美国的国防部惊着，伊讲哎，啊，台湾竟然有这个 Roger C.S. 领导我啦吼，啊，这个人奈拢知影，伊就是讲有人偷摕因的机密档案给我嘞，啊，无咱我嘞大家拢代志拢知。其实是我过了后，差不多经过半年啊，美国才主动啊，有关的单位啊，才偷摕一寡机密档案给我。因为我的思想非常正确，我是用国际法、用战争法，得甲美国救赎啊。甚至奥巴马要连任的时候，冇来找咱呢，甲我讲吼，卖个狗啊，尹小弟派尹小弟来，两届，卖个狗啊啦。搁予你告嘞，阮个个会袂调呢。我有甲同意，但是伊甲我讲哦，伊讲哦，伊任内要解决台湾的问题。伊拢点点啊，我讲你拢点点。但是到今日我甲看看吼，敢若解决是小小啊，尔尔啦。所以我即摆最近，搁透过关系搁甲伊讲，你若无敢敢肯甲解决，我要搁甲你告，我甲伊讲。你讲吼，什么无惊？敢惊就惊过，那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嘛，对不对？啊，台湾人足笨蛋，干那会晓啥？示威、游行，直直行，啊，行到脚断去都无效。我跟你讲实在，对不对？啊，台湾嘛是个吼，因为尤其遐遐个选举足够无款的啊。什么？当年就去联合国。啊！大家讲无钱，啊无钱叫台湾人无款，啊每年拢去联合国佚佗，就都要搁倒转来，啊戆台湾人去出钱，你是要哪入去联合国啦？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你唔是国家什么联合国？这个国是什么意思？国家嘛，你唔是国家，你讲要入去联合国，你要入去啥？入去鬼哦？不抓跟你讲，台湾退出联合国，对不对？对不对？对一下手。唔对，一下手，当然嘛唔对。台湾当时加入联合国，没有啊。都拢用迄个台湾甲中华民国，都甲你断，甲你断。人民甲你写这個，人民甲你写那個，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前面安那加入，要阁再回到联合国啦。是啥物人入去联合国？是中华民国的代表团蒋介石集团入去伫联合国啦。跟你台湾什么关系？我昨上课跟你讲 Chinese Taipei 啊，所以你讲法律有侵哦，近侵，不是近侵，就是你无小心，你的头壳去要洗69年，你到今日你转袂过。今日时间到啊，明仔再继续讲。